有没有在？你不是说没差吗？没差吗？你不是说反正他都会歪来歪去？还是要正一点比较好吧，也不能歪得太离谱吧，不然照出来都是很歪的。不要很正没关系啦，有稍微有正就好了。好像没有照自己的前面，还是这个没差，反正都会歪来歪去。对啊，这样没差，反正他有正就好了，画面。你不是应该很有经验调这个吗？对啊，我看是有啊，可是有时候照出来的画面还是有一点点倾斜。那不是一般的，那个一般怎么会有这种颜色？没有这个颜色吗？没有这个颜色。是哦。你说那粉蝶是全白的吗？也有一些。粉蝶是这种全白的。是哦。紫斑蝶就是太丑了，有点可惜。不会啊，我觉得紫斑蝶很漂亮哎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它评价那么低，可是我觉得它很漂亮哎。它有一种高贵的气息，神秘高贵的气息。有啊，就是黑妈妈的。它不是纯粹黑，它是有颜色渐层变化的黑。你这个干脆放车上，我觉得比较好。中间应该不会再冷。没关系，下山可能会冷，你还是穿拿着吧。你看，我还有解热的毛巾。解热的毛巾。这个是那个凉感毛巾，你沾水之后它变很凉。哦。为什么沾水会变凉？它不就是水带走热？对啊，但是它如果变热的时候，你只要甩一甩就会变回凉的。这是特殊的毛巾。就这样甩一甩就变凉了，散热比较快，散热快的毛巾啊，应该这样讲，是吗？对啊，我们要走到那个山上，没有很高啦，梯田、水田呢、欸，好像都没有在种东西的感觉。其实这个农家应该把前面。停车场租给这边来停车的人，一次收50块，他也可以小赚一笔啊。不然这个空在这里也很麻烦，放在那边很浪费。阿公好。对啊，背超亮。叫我说我们去爬草岭，背超亮。不是爸爸，是爷爷，阿公。阿公阿嬤应该把这边前面当个停车场租出去，一个假日应该还有1-2千块的收入。
这边有个小溪，一开始是沿这个溪比较缓，啊，中期就会比较陡一点。不行，没办法，电车车子人到前面就这里而已，前面一点，后面就不能走车了。草岭健行通常都是秋天来的比较多，因为秋天它山顶都长满了那个芒草，很漂亮。芒草就是这个。对啊，就是这个啊，芒花会开满芒花，整山都是。他们应该是坐火车到福隆，然后再接送到这边来的。回家怎么办？会不会叫要他们计程车的电话？应该是可以的。或者自己走路到福隆火车站啊。你上次说什么配备都有的是 Infinity？ 对啊，他们家颜色只有灰、黑、银、白四个颜色。没有吧？还有别的啊，蓝啊。没有蓝。有啊，有蓝啊，只是深蓝一点而已啊。有啊，有蓝啊。你怎么可能就四种颜色？你上我官网看了吗？对啊。没有啊，不。四个颜色。不可能。还是你我们两个讲的型号不一样。这样 Q30 哎，不可能。哪一家公司的车子都不可能只有四个颜色的啊！啊 ，Q30 就是你看过的那个啊。我看型号，我跟你不一样。那你看什么型号？我什么70。那你干嘛去看70？70又不是我们看的，70很丑哎。70很丑吗？对啊，又很大台。就是很修理车的那个啊。这是很大台，超大台哎！那个大概跟 QC 一样大呢。蝴蝶，好美。啊，你在拍吗？我没有在拍。哦。这边有一只，啊，黑色的，你不是不喜欢黑色的？对，这是凤蝶，很漂亮。不是那个手，凤蝶是全身都黑，它这个是有白色纹路的。就差很多。哪有？那紫斑蝶人家是黑色里面还隐藏一些黑色的纹路，而且还是会那个随着光线变化颜色的，这才高贵好不好？你看那有多漂亮。那个是纯黑的呢。可是它的翅膀形状本身是有造型。你这什么话？就差很多了。屁。你看它那个凤蝶翅膀是很漂亮的形状。拍那个毛毛虫的那几张照片，嗯，有很多人看。是哦，就是我拿我们透明的那个蛹吧，蛹的没有什么人看。真的吗？蛹才是特别。毛毛虫，就是我们拿叶子上面不是一只绿色的？嗯、哦，那个很多人看。多少人？超过1000人吗？已经1000多了、啊。哎、欸，那还蛮多人的呢。稳步的成长，应该已经下礼拜搞到就有2000。这么多人哦。
可是现在已经对毛毛虫很有兴趣。为什么都是对毛毛虫？不是看那个蛹，那个蛹才很特殊吧？看到恶心的才会想说要点开来看一下是什么。是哦，比较是这样吗？恶心才不想点吧？对啊，因为平常很少机会看到那么吓人的东西。那个还好吧，没有很吓人吧？对一般女生来讲，搞不好那个很可怕。你是一般女生？我没有啊，我不怕毛毛虫啊。Baby 是一般女生。小时候最爱抓这种东西。现在不会啦，我现在讲现在，我没有说你小时候呢。买一个那个棍子，好像很好用。登山的。对啊。不是刚那个会刺死人的锤子。头还削尖，是真的很危险。真的。而且我看那个妈妈拿的高度刚好在这。是啊、哦。就是她刚好如果跌倒，就是会刺死自己的高度。是啊、哦。这样不会凉哈、哦。不会。
以前你爸爸常常会带你们出去玩吗？爸偶尔会带我们出去，我们去台北。哦，偶尔是多久一次？我爸从来都不带我们出去玩。我也不知道，半年了。是哦。下一次我记忆中是没有的，只有近郊走走。还是有我忘记了，可能有跟妈妈然后我姐一起去过儿童乐园之类的。哦，那至少还到台北啊，我们都台北都没出过。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？因为我姐会想不到，因为重男轻女啊。很丢脸，在火车上大便。火车上大便是，不是搭在厕所里面？搭在裤子上。恶心。但是我的小孩这样，我会气死了。我气死也没办法啊，那怎么办？后来怎么办呢？就是把裤子直接往火车外面丢。好恶心啊！那、啊、你光屁股啊？没有，外裤留着，内裤只是包着大便往被外丢。那屁股也总要擦一擦吧？有擦，应该有擦。几岁的事情啊？可是好像长大，好像这个还是一样。蛮小的。蛮小的，你有印象？有，因为这个这么丢脸，事都还记忆很深啊。是吗？对啊。小时候突然要变，应该不是蛮正常的。这真的太丢脸了，所以我记得很深。哦，应该有被你爸严重教训过吧？好像没有。是啊、哦。左边，这边开始就要往上了。可能要走一走，休息一下。虎字碑是一个清朝留下来的东西。对。
Ahem.